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小。咦，这怎么有一辆这么漂亮的车啊？头上还冒着一行的名字，哈哈，看来这辆车就是一行了。看我的，这车好帅啊，坐上火车兜风去喽！腾腾腾，坐什么汽车兜什么风？小小，我看直升机打我吧。哪有，我才没有，小伙伴们可以坐正。哎，一行，你这皮肤很帅耶，不但可以变成海，能变成机器人。小小，我看你是没有看我的视频吧？我这皮肤啊，小伙伴们都看腻了。哦，这样啊，那为了不浪费，你就把皮肤脱出来送我吧。送你可以啊，闯关成功就送你。就这条件啊，简单啦 ，Go Go Go！ 为了机器人皮肤，小伙伴们请祝我好运吧。第一关酷跑拿钥匙的就简单啦，看准时机跳，嘿嘿。岩石和木棍大嫂，呀，你两个木棍怎么找这么久啊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那给你。得嘞，钥匙到手，走吧。第二关，一航，我看到旁边有宝箱了。小小肯定没有那么容易拿到，你先把赶羊板踩着。OK， 你可以过去了。这家果然是老的啦，哈哈，钥匙到手，走吧。小小，我听到了哟。妹妹，快走吧。哎，一航，这关要干嘛？墙上怎么一排的发射器啊？我怎么看到你那边字牌上写着我的世界，后面两个写什么？写王者荣耀啊。啊，疼疼疼疼！一航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哦，错了呀，那就是我的世界呗。啊，痛痛痛痛痛！什么王者荣耀，我的世界？最后一个答案，迷你世界肯定是对的。看吧。好啊，一航，我算是听出点猫腻了。小小，我这边没有宝箱哎，我给你锄头。哼，这下要我找钥匙了吧？钥匙到手，走喽。这关是什么？下面怎么还藏着个门啊？小小，我这边需要点火机。得，可是窗外没宝箱耶，看来点火机在屋子里面了。撸起袖子，我跳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宝箱被我看到了吧？啥？什么都没有，那就是在里面咯。云团，我可要小心了，踩下后腿，下面有岩石就可以放心大胆走啦。哎，宝箱被我看到了吧？点火器到手，走喽。得，这么高，看来只能死回去了。一航，来，点火器给你。小小，踩出感应板了，你快点过去吧。但是我这边没有钥匙哎。啊，不是吧？哎，我看到窗户外有宝箱了。原来刚刚是我装的视角不对，所以才没看到宝箱啊。钥匙到手，小小，来，给你好东西。哼，呀，你什么时候私藏了这么多东西？这个嘛，小小找到钥匙了，快走吧。这关又是酷跑，简单啦。一涵，你快上来，我帮你踩住开关了。来了来了，宝箱我也看到了。可是小小，这宝箱是空的耶。不可能，一航，你是不是不想把机器人皮肤送我？难道钥匙在木箱子下面？没有，哼，眼看就要闯关成功了，我的机器人皮肤啊。小小你放心，我会送你一天的威震天体验卡地。呵呵呵。